我在下半部的话，已经是下马喽。瑞儿准备好、欸？你好啊，今天过得好吗？哎呀，走进来直接敲起来一套。哦哟，强无敌。对，但这刷的速度是有点偏慢。欧拉夫直接来了，闪现，闪现敲起，晕到两人，斧子跟上，不过闪现有交出来的档，还是回到了塔后，一个勾进来，勾到了 River， 连续的刚刚是什么小水枪？这个伤害。我再确认一下，进攻目标 PHG 下路打的是非常的凶猛的，而在上半部。六人打五等回推石头敲，快要单杀了。直接交了一个闪现之后，闪现过去一个普攻拍死，把凯恩直接拍进地板里面首杀。在另外一边吃龙有点危险的利亚夫，这位置拿下了小龙，但要撤退吗？雷兹从左边过来了，兜一兜的一个滑行，脚闪现过墙，瑞尔的进场被闪现，但后续的闪现跟着来。阿奇尔虽然推了一个位置，但右边的队友能活吗？边拉边打，阿奇尔的隔墙，自己杀兵的墙，成功戳下了欧拉夫的人头。对于就跟雷兹比起来，好像掉到阿奇尔身上是稍微开心一点的。这里有没有人先拉闪？反正瑞尔这边是又被勾，然后再被刷下来，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做足，然后反倒是这边这个中野直接交双闪要把人给换掉，但是阿切的杀臂已经全部叫起来了。哦，你说哦，要三个阶段了，三个阶段，再慢慢算一下。下路再一次，这次刷麦被限制住，伤害打得好高 ，Crazy 瞬间掉了半血。这里刚有点小尴尬，而在下半部勾到。但能杀吗？一波御想杀瑞一个虚弱下在 Unify 脸上，这波反身回点的到，开始用自己的技能连丢，不过他只有五等，打一个六等的凯莎还是有那么一点难过，最后选择拉掉。这个位置又来了，想上的哦。有海克斯的闪现正在集气往前，目标是谁？针对是亚菲利欧拉了回来，两人拉到后面的 TP 要来，在来到之前已经没了一个射雷器，后面 TP 来的阿杰往前还是滑行拿下人头，不过雷兹赶到 Maple 想做输出，现在伤害够吗？被一个闪电给推了回来，后面的大家做追击想做成 Maple 我溜喽，直接一个飞天离开，是吸到了李亚普的消耗算数，但是到的这个正面的火力标的大局是直接撒在两个人身上，所以这个位置其他火力标已经完全叠起来，这个伤害非常非常的高，Unify只能这个拉一个位置离开，但是这个 TP 下来的位置阿杰就成功把人头给收下，然后最后这个回推阿妙突然一个很危险的位置，但就因为还好伤害不够。我有，所以 Maple 这波才可以在没有 CC 的情况下，想要继续的压制 PHG 人员。他骑了，他骑了，大马一骑，骑到，那这个摔，这个刷，哎呀，这大勾一刷有点可惜，能不能回到塔下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哇，真的走了。没有，这波其实是因为凯文的他的一是连在 Maple 身上。另外一边上半部就想要单杀了吗？一个空调猛击推回来之后，反身回电，这只变小的哈纳比想要利用普攻点死，但格雷夫来了。哦，龙要接手了吗？斧头出来，远方的 River 还是要抢，这里要抢，龙争虎斗，又是这把大枪，但直接被抓到之后是完全跑不掉了。那的东西还可以。后面位置是 Crazy 被抓到，看起来想用灯笼救格雷夫，自己也在比较不远的地方被抓到。后面再一个坐车，雷兹 Maple 说这个人头我一定要杀，来到二塔后方，但档还是直接被带走。有这个小团 K 吗？因为这个捞人头其实他们的战斗力是比较强，这个位置灯笼太回去了，捡不到，被绑在原地，很尴尬。然后卡威过墙直接吸住射雷西，柜子也是直接带走。然后卡拉比这边进来，虽然差了一点点距离，但是这个车开起来之后飞进去，档是没有任何的逃生可能性。哇，旁边那个阵啊，这就是要看操作者。这里路野 PSG 在结束了对线时期，利用雷兹的一个分线，想做一个上半部的进攻，直接集起来，哎、拿灯笼，大绝吸住，拉了一个灯笼的多一队，还是被奥拉夫给直接击杀后方位置 ，Crucial 回到了塔后。这个团战其实很难打，说起来，就凯伦的伤害其实也不到可以直接把凯莎给电死的。但阿奇尔两件了，哦，坎吉该出来了，究竟有没有人？哎呀，这里。你知道心中有魔鬼，进去看一下。哎，对，他在里面，成为千古罪人。没错，打一个死八龙掉，那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节奏。后纳尔推，阿拉比也只好在结束自己变大前一推跳了过去。哎哎，我死了，没事，八龙有了。左边草丛对 PSG 是黑妈妈，有闪，但阿拉比来了，有腰带，能尝试吗？一个目标先针对了哈拉比，哈拉比看到两个人右方位置赶过来的到。用自己的全力守住中路的二塔的，哎呀，可惜啊！超级炮车还是击杀之后，一个进场是来自了这个辅助的瑞尔，凯撒伤害好高，后方位置跑不掉，档直接被击杀后，闪现的狂跳猛击，这次的手感正确，直接推到秒杀掉 Spells 根本没开到大凯撒，这次由 Unify 的 Triple Kill。勇敢顶一波，那可能画面还不一定，但他这个位置是刚好走到侧边，他在往绕的时候，这个位置被开，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机会的啊。哦，他把一用掉了呢。你要去哪里？他从左边到了右边，他这时候闪现进去，其实还有机会救，
但只是他的能力，如果左边都有闪现，其实很容易就躲光了。我刚刚来心理解析一下，看那个意思什么？老子要是下路线，哦，是下面你们不要给我搞事，老子要是下路线。哎，结果突然出事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谢谢你了。什么意思？他想走，被绑住了。阿基尔，哎呀，被秒了。后方位置，葛雷会连带陪葬，剩下一个辅助位，三人行啊。大家都想去别的地方。又一个 triple。刚这三人行出大事。三人行必有失焉呐、啊，必有失体焉呐、啊。准备要跟着这个牛魔王出来看上帝吗？不知道看谁，没看到人是死了，走出来看了一下，出来看风场啊，出事啦，要 TP 走没跑掉。珠宝节的双塔又剩下两名成员，画面每次带到的亚本都只剩下两个人，啊、那要如何是好呢？看着真的要天地一波雷了，天地一波雷，能不能机会？我想看个五雷轰顶，可以吗？就在附近看，必须打那个波罗蜜，有机会吗？在尝试往前的进攻，有没有闪现开炸？法罗密走了，往前的进场直接被凯撒闪现给怼掉，前面只垫到了一个凯威，凯威交出了一个惊人，左边的 River 也是用斧头限制住了对手，往前进场的 Kenny 想要找寻目标，却直接被 River 给贴上，凯威一次吸两个，又是直接要秒，又是辅野吗？辅野先行的倒了，这里连辅助也跟中路全都消失 ，Diab 又是剩下两名成员，看来最终的状况没什么机会哦，一个坐车，又是一个光之阵型。直接把小兵也叫了进去，叫 Diab 全数一起归西。我们恭喜 PSG 拿下这场比赛。